大家好，咱们看这个句子，他们两个都不喜欢吃香蕉啊。这个应该这么说 ，Neither of them likes bananas 啊，这种是这么说啊。这个 neither 已经表示否定了，两者都不。并且后面的谓语动词要用三单形式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这个要用三单形式。那么这个句子的同义句转换我们也看一下啊，这个可以改成 Both of them， 他们两个都不喜欢，这个要用复数形式啊， Don't like bananas 啊，这个这么说也是可以的。另外这个还可以说 They both don't like bananas 啊，可以这么说。大家明白了吗？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单词的用法，我们再说一个句子，他们两个都没有小汽车，这个应该是 Neither of them， 这个用 has a car 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数名词的这个可数名词前面必须得加个 a 表示单数啊，这个不能去掉 a，表示复数后边要加 s 啊，在这里用单数比较合理，因为主语要理解成单数，所以谓语动词也要用三单形式。那么这个可以改成 Both of them don't have cars，主语是复数了，那么后边的名词也要改成复数啊。两个人都没有小汽车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也可以改成 They both don't have cars 啊，这个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我们再说一个例句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弹钢琴，这个主语是第一人称。Neither of us can play the piano。啊，这个句子 neither 已经表示否定了，啊，两者都不的意思，所以后边的这个情态动词要用 can， 不能用 can't。情态动词后边动词用原形啊，无论主语是第几人称，也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，只要是情态动词后边动词就用原形，情态动词也不根据人称跟数的变化而变化，情态动词不管主语是第几人称它都用原形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同义句， Both of us， 这个要用 can't，因为前面没有单词表示否定啊，所以要在情态动词这儿表示否定，不会弹钢琴，这个是乐器前面要加 the 啊，这么说。这个也可以改成 We both can't play the piano 啊，这个也可以这么改。大家明白了吗？